我认为能为你我们现在的处境感到高兴。费尔蒂塔表示，但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。费尔蒂塔表示到目前为止令人失望的赛季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，他对球队的现状不满意，但对球队管理层感到满意。我对球队管理层相当满意，从菲利恩泰德、布朗到总经理达雷尔、莫雷，再到教练德安东尼。费尔蒂塔说道，如果我们努力打球，我认为我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出色。费尔蒂塔说道，目前火箭以33-24负排名西部第五，南乔菲尔。